是一个有很强烈父爱的人吗？还可以吧，中等吧。第一次抱他的时候，我就整个是崩溃的，痛哭流涕。是感动的痛哭流涕，还是？是，我从来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觉得，有一样东西是属于我的，包括我的积蓄，包括我的名，甚至有时候包括我的身体，我从来没有觉得有一样东西属于我的。当你抱的那一刻，这是属于你的。像小孩子那样哭，不是那样子，不是正常那样哭，是像小孩一样，是哇哇大哭。对对对，哇哇大哭，我从来没有这样，但也就那么一次。那刻你应该把它给有人给拍下来啊，那是有啊，拍下来，然后将你女儿婚礼的时候给她放，说女儿你看，这你当初出生时候你爸哭成这个样子了。